千吊梁。歌手2018总决赛华晨宇帮唱嘉宾是邓紫棋。歌手2018即将迎来总决赛，在决赛的赛制中有帮唱的环节，之前被曝薛之谦是华晨宇驻唱嘉宾，但是现在却曝是邓紫棋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近日，歌手2018官方微博宣布了首位帮唱嘉宾。虽然没有公布名字，但是根据线索，金鱼和泡沫基本能够确定是邓紫棋了。那么，邓紫棋会是谁的帮唱嘉宾呢？汪峰和华晨宇都有可能。因为之前邓紫棋在歌手的舞台上演唱过汪峰的歌曲，邓紫棋还作为汪峰在中国新歌声的嘉宾，所以两人合作也是很有可能的。邓紫棋和华晨宇多次被传绯闻，后来两人都澄清了，如果他们合作，那也是非常有看点的。而网上爆料证实邓紫棋是华晨宇的帮唱嘉宾，这消息一出，让网友们都很惊讶。如果这消息是真的，那么之前爆料的薛之谦将会没有上歌手2018的机会了。此前被曝是作为踢馆歌手，后来因其他原因而取消了，好不容易成为驻唱嘉宾，难道又要失去这个能上歌手舞台的机会吗？邓紫棋1991年8月16日生于中国上海，四岁移居香港，中国香港创作型女歌手。2008年7月10日以16岁之龄出道，同年10月16日发行首张 EPG1M， 取得香港各大乐坛颁奖礼新人金奖。2012年7月发行第四张个人专辑 XPOSED。 2014年1月参加湖南卫视《我是歌手》第二季节目，获得总决赛亚军。2016年1月5日，邓紫棋入选福布斯全球30岁以下30位最具潜力杰出音乐人。